你之前不是说过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下棋一样吗？那我们今天就真的来下一盘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就再也不躲你了。我要是赢了，你就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以后我们再不见面。我不想和你赌。弃权自然算你输。开始吧。你这次来，教书没有说什么吗？他解散了我的团队，想用这个来威胁我。你呢？出国之后，先去了哪？这里那里都去了一遍，只要是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我都想去。你知不知道你来这里找我，粉丝是可以查出来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是在临时下的飞机，然后开了一天的车才过来。幸福总之间为了见我，为了见是否让我爱你的脚步。宋子，你之前说过的，一旦要是我出事儿，你会第一时间离开我。是的，可我发现我根本就做不到。是感情战胜了理智吗？这是理智做的决定。如果我说我再也不回去了，那我就常来看你。要是我再也不想做明星了，那我就花几年淡出娱乐圈，以后一直陪着你。你没必要这么做。可我想那么做。但是你没机会了。宋慈，我要你回去好好做演员。我知道你喜欢演戏，我要你好好生活，以后不要再勉强自己。听明白了？明白。说你爱我。爱你。我的国王出现了，你赢。轩轩走了这么久，连个人来看看我都没有。说什么喜欢轩轩、支持轩轩，那都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怎么也不来照顾照顾他这个亲生爸爸。我们想请您帮个忙，去一趟通讯公司，调一下轩轩生前的手机通讯记录。既然真的是我姐的私人号码，姐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事要和你说，你不要再逃避了。我相信你是无辜的，姐，这个谜题没有你，我真的解不开。姚梦桂，你别再躲了。